好，还有后面还有好多的哥哥，好吧，后面要分享。四爷，您回来啦！杨佑宁化身爱心大使做公益，然后在烘焙坊工作的时候呢。不过这位天使因为拍摄新电影晒得有够黑，这次回台湾中秋节打算怎么过呢？九月底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在剧组过，那当然有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。希望大家都团圆，那跟之前一样，跟之前一样，现在还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不会啊，因为就是还是可以常常回来台湾，跟之前一样哦。一问到郭采洁，杨佑宁嘴角抽动，眼神飘忽。我想四爷肾上腺素应该激增破表了吧？两个人都在忙。我们这之前都还是一直在联络。好不好？那请悠悠哥哥。杨佑宁干笑，场面超僵。四爷风光出巡，却被杀个片甲不留。万万没想到，话题会败在旧情人身上。优酷全娱乐，我希望大家都团圆。台北报道。好，还有后面还有好多的哥哥，好吧，后面要分享。四爷，您回来啦！杨佑宁化身爱心大使做公益，然后在烘焙坊工作的时候呢。不过这位天使因为拍摄新电影晒得有够黑，这次回台湾中秋节打算怎么过呢？九月底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在剧组过，那当然有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。我希望大家都团圆。之前一样，跟之前一样，现在还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。不会啊，因为就是还是可以常常回来台湾，跟之前一样哦。一问到郭采洁，杨佑宁嘴角抽动，眼神飘忽。我想四爷肾上腺素应该激增破表了吧？在忙，我们之前都还是一直在联络。好不好？那请悠悠哥哥。杨佑宁干笑，场面超僵。四爷风光出巡，却被杀个片甲不留。万万没想到，话题会败在旧情人身上。优酷全娱乐，我希望大家都团圆。台北报道。